一没拿好可能就滑掉了。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一个飞球，厄雷手梅纳兹来挡一下阳光，最后找不到看不到。不过看到这样的动作，右外手是不是会再更进来一些会比较好一些？我当然应该是梅纳兹已经喊了，那个球是梅纳兹的球，没有问题。这是他的技术不够，他一定说我看不到了，我看不到了。再加上他也没戴太阳眼镜，对。不过因为这个天气，其实要戴太阳眼镜也。我这个球因为高飞球正在正中央的地方哦，有可能正好是被太阳吃掉。是。